它是一组 dynamic 智能的动态 LED 光源。我印象很深是我在一段没有路那个山路，然后开的时候前面有一台重机，但是你就很特别的看到暗暗的那个山壁啊，就沿路照明照下去，但是刚好到摩托车的身边的时候，那个机车骑士的肩膀旁边的时候就切掉了。